天上午展出的彩色水晶玻璃产品，包括日用器皿和室内装饰用品。从上午10点钟起到12点钟为止，一共展出了2个小时。其中产品展出的是声光玻璃公司，他们用彩色渗进玻璃，这本来是一种新的科学技术，试验成功以后，已经有产品在市面上出售。在展出的产品当中，有很多装饰用的彩色玻璃，是经过艺术家们设计而后制造的。目前这些产品将滞销海外。